教的。动静分析其时其道光明，动是三，因为看个震卦，子呢就上是艮，啊，就是静，艮子则子就上卦，下九三应该行就行，就不失其时，啊，不是完全停顿啊，又不是完全喐，是应该俾你有发展空间就要做嘢。五动呢就成利。五动成利，风山尖，五动啊，因为五是失位的嘛，啊，失位就成利，利为光明。咁啊，卦体震近，三四五互震为动为行，下边嘅上卦艮为子就子，戚界动静要合宜，五咧不正，阴居阳位，所以呢就是封山尖啊！头先都封山尖，就睇嚟为日为时啊，又为命太阳啊嘛，是光明嘅，所以其道光明。上面讲噶啦，时同埋宜呢，古宜相通嘅，合宜适宜，唔一定系时日，而有动静行止呢，系不失其宜嘅地方噶。啊，当其可之为好啦。近其子，子其所也，近是子的、啊、停在应该停的地方，那里有斟酌的，不是一停就停晒的，去到哪里停，停在哪里，不是说不应该停你硬停、啊、是停在应该地方的停，又不可以迟停，又不可以快停、啊、快停是放弃的，迟停 是不想放手的，啊！佢好似个时钟啊，嗰啲齿轮去到嗰度咁啊，停就要停，早啲又唔得，慢啲又唔得。呢度啊，子其所啊，啊，呢个好重要噶，好斟酌咪停，停就停啊，唔应该停嘅反而停就系放弃嘅，唔得。啊，要好准，要好准，快啲又唔得，慢啲又唔得噶。两象各子其所，三啊就停喺九三。上就停喺嗰个上九，三画卦呢见两个近象，分处上下内外吓呢度吓，下卦叫做内卦，上卦叫做外卦，一处于极而止，去到尽马都仲唔停系嘛？一止于时行，震嘅时候可以喐嘅，但系你要停，即两象各止其所。嗱、啊、呢度咧就系、是。体现你自己的眼光同埋识力嘅，点会判断错误呢？嗱，孔子讲一句咁嘅话：识思举矣，长而后集啊！啊，香港篇咧，佢突然间喺后尾嗰度，师傅讲到呢一段，佢讲啲雀啊，喺个天空上面盘旋啊，要睇下地下嗰个环境啊，识思举。啊，系嗰只雀喺天空上面盘旋咧，佢要睇清楚地下嗰个环境情势嘅。佢话原来雀咧，佢嗰个眼光同埋个气场啊，非常之敏锐嘅。你话白金眼系嘛？佢原来咧嗰啲地方唔好，佢唔去。所以佢停嘅地方咧，一定系嗰个大地方系好嘅，先去停。如果度有煞气，佢就唔停嘅。啊，所以。应该系起飞咧，佢就飞啦。嗱，佢识思举嘢，即系睇嗰个环境空间啊，可以喐啦，咁咪就振翅。咁啊，天中盘旋咧，睇啱个地方，然后咧就落脚噶，嗰、那个叫做集，长而后集盘旋啊啊。嗱呢度啊，嗱、啊、识有一字单用者，见颜色不善，即系去之。嗱、啊，雀啊，嗱、啊，停啊，停啊，睇个环境唔妥，你要走噶啦。是吧嘛四九年啊咁样啊嘛就走啦啊有人问过我啊点解香港人咁难搞，我话好多人呢喺逗走落嚟㗎受过你气㗎。是吧嗱佢唔走呢就惨啦，呢读书人啊好多唔知道唔走㗎，唔走啊就系识字都死啊，喺当其时下啊一定要走㗎，就系识思举矣，识就系当时嘅环境就去啊，你唔走啊就有问题啦。
伯安咧就以为啊，孔子在处官人颜色而举动，就睇人嘅面色。去到地方嘅孟子里边咧，就系、是、有讲啊嘛，嗰、那个初初接待你嗰阵时候好好殷勤咩成，到后尾嘅时候咧啊，人工冇减，但系对你嗰个态度差咧，就要走啊。就系、是、在处官人颜色而举动啊，睇佢嗰个态度都唔尊重嘅话，佢就要走啊。唔好俾人闹到出声先走啊，太迟。后汉书左雄传啊，李元柱同啊，就是用翻王安个字嘅意思嘅。朱子话呢，着见人嘅颜色，包括气场唔善，有煞气，都用有人喺度掹紧弓去射住，等住你嚟嘅。你要识得飞吓、啊，回肠飞咗上去之后咧，审视而下旨，睇清咗下边有冇煞气啦，嗰度系安全啦，先至降落。等于人见机而作，见机啊嗱。醒目啊！吓，见机就机微嗰啲危机嘅地方，就是、作出行为嘅反应。审择所处，亦当如此。喺边度落脚系嘛？边度投靠？点样拍案？要小心谨慎。君子见机而作，不自终日啦。睇到唔使谂成日噶，要马上当机立断啦。普博子啊，呢、這个郭先翁嘅话，《家训篇》：扶鸾不挂网，鳞不惰静，上比鸟兽，犹之为患啊！风尘之徒，曾是未若也，就是用呢个孔子嘅话嚟嘅。啊，嗰啲凤凰啊，唔会俾人网到咧，就是、因为有呢个醒觉性。麒麟唔会跌落人嘅陷阱啊，就是、有呢个警觉性。动物都有灵性啊。佢你睇啲雀，呢个上只时啊，睇下啲鸟同埋兽啊。雀麒麟由之为患，点样避患？但系啲世俗之徒、啲风尘之徒咧，功名利禄之徒啊，利禄啊，蒙蔽咗眼睛，系嘛？尘世都未若也，唔及得鸟兽。咩？跟住孔子啊，就话啦：夫子知其所止啊！何以人而不完了乎？论语啊，呢度啊，孔子引孔子你嘅话系承接上边呢个。呢个乌啊，乌鸦个乌嚟噶。佢话乌鸦啲雀啊，都识得揾自己适当嘅地方去踎。知其所止，何以个可字读何啊？点解人不及到呢个雀仔咁聪明？就系利欲熏心。是吧？胜利冲昏咗头脑。言行只得其所，其不辨识而止者，就必有离位之求。又是头先郭先翁嘅话嚟。唔识得分辨嗰个气势环境啊，你就乱咁去踎呢，就一定要捉网啊。呢个离系捉网啊。俾人用网呢是笠住咗。孔所话既时止，就是停止，应该行的时候就喐，就是近其止，止其所也，停在应该停的地方，包括动静的地方。好啦，下面讲个环境啊，环境的不夹就乱世，上下敌应，不相与也。这个是易里面一个叫做应与例啊，应与例。初与四，二与五，三与上，叫做应语啊。呢种叫做应语例。我哋话啊，出门咧要有贵人辅助啊嘛。呢、这个贵人咧就系、是、帮得你手嗰人。求人需求大丈夫。假如咧你伸错手嘅话咧，唔单止帮唔到你，仲踩你一脚。叫做应语啊，应语求人需求大丈夫啊，否则就自取其辱。跟其背是背也，两个背就是相对的，背靠背，以前是负面的就好啊，而家就是正面啊。以前背靠背就是大家是不啱噶，两个唔好闹交啊，背脊得住背脊啊，不相与也。点解嗱？头先我讲啊，初与四，二与五，三与上，上下敌应啊。你睇下，初与四
初同四，阴见阴；二与五，阴见阴；三与上，阳见阳。所以全部我用咗交叉，啊，就系不应，不能相应。佢呢个应啊，除咗系呢个系阴阳相见之外咧，佢仲要讲咧系吉位嘅，即系两爻应嘅爻咧系阳居阳、阴居阴嘅应先系最完美嘅。啊，而家呢度只系一个情况嘅啫。啊，上下对应不与也啊，此属系应与离，应与离。下系啊，第十二章。远近相取而富论生，嗱、啊、呢、这个就系例啊，究竟边度嚟呢？嗱，其实就喺《系辞》里面好多地方啊讲过呢个易嘅例啊，即系唔系话呢个汉儒自己创噶，系孔子本身喺《系辞》里面咧已经系提出咗呢啲地方出嚟噶，唔系话随口噏噶，你啲人汉儒啊去到边度自己加啫，唔系咁噶，系一早应定咗去噶，即系只不过喺嗰个《系辞》可能仲讲得比较简单啲。其他人如翻呢度讲得更加系深意啲，同埋复杂啲嘅。远近相取而富论生，吓、啊、就系、是、相取、相应同埋相避呢，夹与唔夹就产生咗呢个富论嘅问题啦。如果唔夹就系产生富论，夹咧就系吉系善，系咁嘅。所以我头先比喻就系话出门系咪有到贵人咧？咁呢个人同你夹唔夹？啊、就是这个相遇。相取下指阴阳爻相遇有避应之时，避和应是两样东西的。远呢就叫做相应，阴与阳相应。近呢就是阴阳相避，两爻拍在一起。如果两爻都是阳的、啊、就是相摸。阴呢有一样是相由，是没得帮助的。所以一定是阴由相避。咁就好嘅，但系又分开咧，阴阳之中里边咧就系、是、阳上阴下定系阴上阳下，嗱最好就系咁嘅，一阴一阳之为避，两个咁样拍埋咧又相摸噶，两个游又唔得噶，所以一定系咁样最好的，啊，有时系咁样吓，嗱、啊、一个系咁啊，一个咧系咁。阴阳相避，咁呢个呢就系、是、叫骑住佢啊，又系唔好嘅啊。呢、这个下面成阳成阴咯，嗱、啊，所以就系一定系阴喺下面承托住阳，咁好啦。咁啊，最好嘅匹配就君臣相配，朋友夫妻都系如此。远就叫做相应，近呢叫做相避，吓两爻阴阳拍埋一齐嘅。有位田作道话：逆气从下生，所以动于地之下呢，就应于天之上。呢、这个就指嗰个初同埋四应，动于地之下，下边嗰个下卦嗰个下地之下嘛，就应于天之下。四呢系上卦系代表天嘅，系天嘅最低点，就是、天之下。动于地之中嘅二啊，同埋五啊，就应于天之中；动于地之上嗰、那个三，就应于嗰个咧系天之上。所以初与四，二与五，啊三与六就上啊，就此为之应。正言话咧，阴有阳应啊，阳有阴应系实者也，阴阳相应系实。既非其应，唔系应吓，唔系应。譬如阳见阳，阴见阴，或者失位之应。既非其应，切使得而有之，夹硬话有应，叫做不伦之应，或者系非义而得之。咁啊呢种咧，佢话虽得之，君子不贵也，唔夹嘅，唔夹，叫做不伦之应。小心吓，呢、啲小心，唔系可以话阴阳相碰就系得嘅。仲要讲佢嘅德位嘅，不能苛求，所以话求人需求大丈夫系真嘅，唔可以随便乱咁开口。
应语之道啊，惊天动地系嘛？地之下应于地，天之下啊，地之中啊应于天之中系嘛？啊，咁样去啊，惊天动地，关系乎人。如果相应嘅话咧，天顺就万物生，阴阳气和，风调雨顺啊，就万物生嘅。呢、这个就叫做天顺啊，地顺咧就五谷丰登，风调雨顺。人呢人顺人甲啊，就是百业兴旺，就咁啊，而家咪六六大顺啦吓，啊系咪咁啊？我唔知道啊。根嘅六爻呢，皆背敌相狂，不相悦，乱世啊，所以个当事人一定系隐居、隐退，唔见人。张慧贤话：明背呢系三才，唔系净系嗰个九三一爻，个六爻里面系代表三才啊，天地人啊，所以整个卦唔系关系到九三一爻一个人嘅事，系涉及到天地人三才嘅关系，喺呢个环境空间里面系唔恰当嘅啊，不贵。六爻卦我哋以前讲过系代表天地人啊嘛。这个上两画就是天，下面两画就是地，三四就是人，不只是单单的画，是涉及其他的关系，天地人。易经是天地的缩影，易与天地准，所以理论天地之经，就是涉及天地人的关系的。可见啊，处喺个艮之势呢，天地闭塞，人情不通，同皮卦呢系相同。故识者于是内不见其身，啊，道门不出啊，外不见其人，识交绝由，上何咎之有？少啲交际就少啲摩擦，就可以保翻自己条命。好啦，仲有兼山艮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，艮为山，咁啊两个山，所以叫做兼山，就系艮卦。喺个艮卦里边咧，我哋得出个教训就系君子思不出其位，喺翻自己个位置里边咧，唔可以超越。而家佢选择咗就系遁世，吓遁隐，唔走出嚟。就算你是出嚟嘅话咧，啊，因为我哋都要揾食噶嘛，要养妻活儿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守得最卑微嘅地方，唔好贪多冇得，唔好谂住攞多，你就会咧系保住条命，同埋有翻自己嘅人格尊严。君子为三啊，因为红色嗰度三系君子之位，天地人啊嘛。咁三死都系人位，但系三系德位，吓三系德位，君子位，君子中日乾乾，直的若厉，系嘛？君子真为出护个坎啊，为隐伏，咁啊三喺个坎入边啊，就系隐伏噶，又为坎为思，因为坎为心啊，心之官则思，去谂啊谂吓，就系我哋嘅识力判断力，系靠个心去谂啊。佢谂得到咧，系不出其位，就是、守住隐遁嗰个位置。算翻呢个历部，呢、这个历史嘅历字嘅政治，兼并也，兼啊系并也，从右持力啊，一个兼。一个叫做丙，从右啊，你右手揸住两棵禾，就叫做兼；一只手揸住一棵禾咧，就叫做丙啊，系差少少啫。
兼职啊，啊两份。兼系持两和，丙咧就持一和，啊，中国字啊，每一点一画都有意思噶，一点一画都有意思噶。呢个系象形加会意，啊，两棵和，只手右手揸住两棵和，系嘛？叫做象形啊，兼会意字。所以兼系有两义，睇个二十八有冇嘢先？二十八啊。啊！我漏咗陈先生个话，要讲下第二十六啊，二十六啊，陈先生个话要讲下噶，师不出其位，系要讲下陈先生个话。我老师陈思云、陈湛全先生，《论语》文篇子曰：不在其位，就不谋其政。你唔喺呢个位置呢？你就唔好讨论咁多嘢，多嘴街系咪人一嘴吓，根本都唔关你事嘅。你喺嗰个位咧，就去讨论嗰个位嘅问题，做翻你自己嘢。唔系你个位，你就唔好多讲。尤其是你生活喺嗰个地方咧，就唔好去批评当地嘅政府。居士邦不非其大夫，都系礼嚟嘅，吓系对人嘅尊重，亦系对自己应该谨守嘅行为。因为论主教不在其位，就不谋其政，你只系做好你自己份嘅嘢就得啦。份外嘅嘢你就唔好讲人哋嘅嘢，不谋其政啊！因为做嗰行先熟嗰行，你唔系人哋里边有啲嘢根本佢唔话得俾你听嘅，喺外边你点会知啫？你又多嘴街乱咁乜乜通系嘛？答你又唔系，唔答你又唔系。下一章里边咧，跟住啊《论语》下边就系曾子引曾子嘅话：君子思不出其位，就用咗《易经》嘅话去答。啊！用《易经》去证老师，即孔子嘅话去讲。根据中庸话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怨乎其外啊。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而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。不出其位啊！素其位而行就安其位而行。你坐咗呢个位，就做翻你自己本分嘅位。唔好谂住超出你个位之外嘅嘢。富贵嘅时候行乎富贵，富贵唔系犯罪，你唔需要受富吓、啊。人哋嗰个富贵系积翻嚟嘅吓。你如果唔啊，佢就算系加入六合套啦，佢系叫做积翻嚟。但如果人哋从正当嘅途径去上去咧，你就更加唔可以受富，系嘛？唔系一个罪过，你自己系你自己冇系你自己唔争气嘅。唔好应该受，唔应该受富，所以系从正当嘅手法去得到富贵，就安享富贵嘅人，冇问题嘅。穷啊，穷咁做翻自己穷嘅嘢，素贫贱就幸福贫贱吓，唔系人人都话个世间上面嘅财唔系个个都可以均分嘅吓、啊，一定有人多人少，合理嘅吓、啊，你又攞得少咪安翻你至少嘅嘢，去到夷狄嗰度地方咧就幸福夷狄。唔好批评人哋啊！呢样嗰样啊，去到下又有人改制咩？去冇改，去美国俾人哋改制啊，系嘛嗱？咁得唔得啦？唔得噶嘛！啊，系守翻当地嘅法律规矩。行患难嘅时候，受患难啊！而喺患难里边咧，就要守翻患难嘅本分。大家讲啊，嗱，有劫嚟就冇得避嘅，呢啲劫系你自己积翻嚟嘅，你一定要应咗佢先至可以消嘅，唔可以避啊！你唔可以请人哋可以消解咩成啊？下一次嚟嘅浪啊，仲大添。所以行数患难就做翻患难嘅嘢，要挨过去，自己消解咗佢。咁咧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嘅，无所谓无入就去到边个位置，富贵贫贱啊，患难你都觉得安乐，叫自得其乐。乜曾子引呢句话咧，叫做离象说易啊，离象说易。前人话咧叫做易容定举啊，中容咧就系、是。唔讲象去讲形而形象并举，个人意思就系、是、上下论语上下章之间咧，并冇一定连贯性嘅，偶然系咁啫吓。啲人话咧嗱，话啊《论语》里边冇人提过易经喎，咁样咧，呢咪有咯，吓、啊、有啊，又孙子又冇啊，孙子里边有三次引易经，唔一定章章连贯啊，偶然如果。
呢度系教人咧，唔喺嗰个位就唔好干涉人嘅政治，即系嗰个劈劈决定嘅嘛，你坐张凳系嘛，就是、决定嗰样嘢嘅，唔好批评呢样嘢。外行啲咪更加弊添，不谋其政。君子但思其所处之位而行事呢，无得而欲言。长人争啊，位卑而言高，地位低啊，去批评啲高层次嘅。自小而谋大，其实你识好少嘢，但系你扮成专家吓，佢、不能免于患难，迟早因为言语得罪噶。所以孔子说亦喺《论语》咧，亦有两事：第一就系叫人冇过，第一就系啦啊，要自己知道自己错。难事之子，其台说居乎啊，有不善未尝不知之，知之未尝复行也。难子啊，孔子称赞系佢系首徒嚟。孔子称赞是比其他学生都多的。其中里面呢就是呢，所以庶几呢，颜生的仔庶几乎近道的啦，差不多得道。巴比哪里呢？有不善未尝不知之，他自己啊，自己知道错呢，他一定自己知。有错的话呢，不会犯两次。我们错完错，错完再错，是吗？重复这样错，巩固错。但颜子呢，未尝再错，未尝复行也。另外呢就无行啊，做事呢三分钟热度啊，不行其德又或成之寿。任何嘢都系长时间磨练嘅。你三分钟热度嘅两三下咁啊，嗰啲咁嘅三脚猫功夫就上去表演啊，一定系出丑。呢度系完全系切人事啊，唔系一定系阴阳灾变嘅问题。冇迷信嘅成分，系事实客观嘅成分。咁啊，好啦，翻去兼山啊，丙君子为三，近三即系乾三，近三即系等于乾三。你画咗个乾卦第三爻，就等于呢个近嘅第三爻，那个位置相同。咁啊，嗰度话咧，君子终日乾乾，君子终日乾乾，乾啊，乾健不息，不断努力。啊，放咗工都嚟啊，都唔喺下，放咗工都嚟听啊，就乾健不息，得正得位。三四五呢就互震为动，是出。二三四呢又睇暗为隐伏。因为北方是水暗，睇唔清楚个前路。就要定低去睇清楚先。冇得急进。暗又为思，心之官则思。更为小为慎，所以思不出其位。呢个是小心的自我保命的办法。要小心谨慎。对自己有益，出咗去先至知道错，走翻转头已经系太迟了。所以嗰个九三嗰度咧，乾卦个九四咧有一样有一爻系咁样嘅。九四叫做或若在渊啊，咩呢个？落返嚟初，因为初月四啊。呢、这个呢乾卦呢、这个代表在朝，呢、这个系在野嘅。呢度系贵啊，即系做官。呢度呢系平民啊，所以贱。咁呢个系上卦个初牛呢，系表示啊呢、这个啱啱开始呢系入市啊，做官啊。哇，考到啊吓，公务员啊，去到吓咁样，系初级嘅啫吓，呢、这个上边呢个啱啱开始系初级，但系呢要自己衡量，第一你嘅能力可唔可以升任吓、最怕赶都唔走嘅吓，唔得你就要走啦，咁啊要跳翻落嚟。其实要第一就或若在渊先，呢度跳翻落呢度先。另外呢就系、是、能力可以做得到，但系呢哇好难做。满途荆棘啊，整身都撞板嘅啊，尸首生棘，就係冇辦法做呢，又跳返落去，宁愿係做返呢啲平民就算啦。叫做或若在渊啊，呢度係施不出其位。一样冇得勉强啊，冇得夹硬去。施不出其位係你自己决定㗎啊，个能力升唔升任，做唔到嘅又唔得。那个
工作咧，实际上系冇办法实践嘅。思守心机，你又要放弃。呢个系经过神作取舍嘅结果啊！神作取舍嘅结果，唔系一个冲动性嘅，详细考虑之后吓、啊，你啊作出一个咁嘅判断。预言啊嘅象词啊，说象词，两山之势相连，有兼并之象，两个山黐埋一齐，好似拍埋一齐有兼并。但系睇清楚呢，有大小高下，各有其分嘅。远近高低各不同啊！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实际上系有分别嘅。其发育之功呢，亦各随其分而止啊。嗰、那个山嘅高低又唔同啊，所占嘅位置嘅空间又唔同嘅大细吓，咁啊，亦系各随其分而止。所以君子观之两个山啊，唔可以凌越，唔可以占人哋嘅。所以系施不出其位，按照自己能系几多咧，做翻自己本分嘅几多嘢。古人里边咧，最黑暗嘅时代叫做兼官啊。所以兼官咧就系一个官应该做翻一份嘅嘢。如果一个官咧啊做两份嘅嘢咧，其实系绝对错误嘅，因为每个人嘅功绩都唔同啊嘛。你点可以去可以系兼呢个又兼埋嗰个，即系唔得啊嘛。一个官就做翻自己本行嘅官。因为你最初考嘅时候是考翻佢自己本身对点对题嗰个职位嘅，一路做上去咧系做翻自己，突然间咧就有个空缺啦，政府悭钱唔请人，哎你做埋佢啦咁啊，唔得嘅系唔可以，唔系叫兼官系侵官唔得嘅，错误嘅，唔得啊，唔可以咁啊，所以系施不出其位，亦按其所指而已啊。呢个位唔单止系爵位，人嘅安分啊，如丝竹。不越樽左代袍，亦系不出其位，就系、是、本行嘅人咧，就做翻本行嘅嘢嘅专科专教吓啊咁度。呢、這个庄子嘅呢个呢度第三十应该有注解。袍人虽不持袍啊，丝竹不越樽左而代之矣。袍人咧系指个厨房佬啊。厨师系啊，嗰日嗰个厨师咧唔舒服，冇人去煮嘢，而做开丝竹嘅人咧，啊，丝同埋竹又另外嘅，丝系点咧？古人咧就唔知点解啊，自己揾自己笨，揾个专家扮成自己嘅祖先啊，嗰、那个叫丝啊，着住嗰啲祖先嘅衫啊，咁啊个衣服咁啊，咁啊坐喺度，佢唔使讲嘢嘅。啊！你俾酒佢饮，俾肉佢照食，佢照鞠躬啊，佢照受嘅坐度，因为做阿爷啊，做咁代你嘅咁啊，粥咧系等神嘅，等神系代你啊，希望啊生个仔啊，种合彩啊嗰、那个啊，即系各有各嘅职责，厨房佬有厨房佬呢啲祭神祭祀有祭祀嘅，咁啊呢个丝竹咧，唔可以因为个厨房个人唔喺度开工咧，佢就越位啊去做咗煮嘢。越遵左而代之，遵左系嗰啲祭祀嗰啲祭礼嗰啲礼器噶，佢系负责遵左嘅，啊，佢系专家，但煮嘢有另外一套噶，有另外一件事，啊，唔可以僭越嘅，啊，各司其职，你翻屋企点样煮系你嘅事啊，但系祭祀嘅祭礼咧系有严格嘅规范嘅，唔可以立埋做嘅，啊，如丝竹不如遵左而代袍，袍煮嘢嘅。煮啲乜嘢啊？亦有系礼嘅规范嘅。樽咗咧就系嗰啲祭品啊，摆喺边度，摆啲咩嘢，用几多个嘢咧，又有规范。你系专家，但系大家唔可以踩界。呢、這个就施不出其位，同我语系相同。大抵人之所为啊，或至于出位啫，都唔自量力嘅吓，贪啊嘛，要出位，你冇谂啫吓。施则知其所指啊，你发觉唔系嗰皮，你就唔好制咯，系咪啊？而不犯分，就安得出位，绝对唔会有啲僭越嘅行为嘅。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！好啦，初六系啦，初六啊，近其子无咎，利永贞。若近其子未失正也，
初六啊，你睇个初六红色嘅部分就系、是、下卦嘅初牛，喺个艮卦个空间入边个时空入边咧，第一步做人嘅情况系点？逆气由下生，或卦下而上，就系、是、易经写象咧，佢个人嘅生活啊，由低处开始做起，喺艮卦系一个乱世。近期子吓，嗰、个震为竹，竹嘅下边最下边咧就系、是、脚趾。喺你踏出第一步之前，就应系阻止咗你向前行，叫做近期子。你迈向第一步先，想踏出第一步，因为乱世，即刻阻止你，唔俾你行，叫做近期子吓。呢、这个近期子呢、这个子啊。是自己的脚趾，是自我克制的。这样的话呢可以无咎。乱世啊，行错第一步就是翻不到转头的。所以第一步你要自我约制之后呢，切咗要无咎。同埋呢利于永远的精进。不要急急于富贵。那些雀啊，失魂雀呢就会被人望住的。人一样人亦一样。所以利永静。能够近期子小象药这个象药呢是小象。这个小象呢是孔子教下去的。上面那个是经文，是周易的经文。下面这个象呢是孔子加上去的小象。他呢往往是看这个经文呢去定位啊，怎样解。孔子定咗嘅，系点样解？有时嗰个系补充翻经文嘅不足嘅意思，有时系孔子自己嘅睇法嘅意思。由小象咧系决定咗上面嗰个经文，小象系转啊，孔子再食有一个叫十翼系转嚟嘅，上面系经，冇呢个孔子嘅十翼啊，冇呢啲小象啊，全世界最聪明嘅都冇办法解易经。我哋根据孔子嘅解释嘅，系孔子嘅小象。近期子一开始第一步，你就应系阻止自己前进。点解呢？会令到自己未失正也，就不会行差踏错。震为子啊，震为竹，竹嘅最下边，即系等于而家画卦六画卦最低层嗰部分。就是脚趾，所以近期子近卦嘛，喺近之势系约束个社会，约束个时空，就系近期子。点解要近呢？失位，阴居阳位啊，阴居阳位，所以要变啊，变得正呢就山火壁卦，咧下边就变咗阳啦，吓、啊、喺红色嗰度。咁嘅话呢无咎永静。失位就有咎嘅，係咪唔安定嘅。变返正之后呢就有咎变成咗无咎。唔安定变咗安定。呢、这个正只系啲顶呀。平稳四平刮稳稳重。喺黄大仙嗰个香炉嗰个叫做顶。係咪好重呀，係稳定。三四五会震为足。震啊，三四五五震为足。咁呢个初六呢系嗰只脚嘅最下边。脚嘅最下边呢就脚趾，即系近期趾。呢、这个期呢系几也。下边都系个期，唔系边个人嘅脚趾，系你自己嘅脚趾，即系你自己控制自我控制嘅。自我控制唔可以妄尽。因为所谓於是乎呢就要变正啦，变正呢就山火壁。变咗正之后啊，得为且与四有应啊，这个就应啦，初初敌应啊，咁变咗之后呢初与四呢就有应啦。啊有应而且得为呢，所以无咎同埋永远精正了。都要亦就变啊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变通以利言，
变得啱与唔啱咧，就有吉凶嘅不同。人要行动咧，先喐只脚。喺只脚未喐之前啊，就应予左指、逆指，就系力争逆指于尚未萌发之前，端其初始。33啊，道德经话：其安以辞，其微笑以谋，其趣以伴，其眉以散啊。为之于未有，持之于未乱。其安以辞啊，喺稳定嘅时候咧，我哋容易控制个局面。未发生问题之前啊，我哋一定要谂起会有啲咩问题出现咧，你就容易控制。到一产生乱子啊，要收拾咧，就头痛啦。所以其安就以辞，你一定要咧系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，特别系领袖。我哋自己都要为自己设想去打算，安嘅时候你系去谂个问题容易谂噶，可以控制得到操控得到。到出咗乱子嘅时候，你再去收拾咧，就大费周章。其未兆啊，未发生之前你就可以谂噶，兆系征兆产生咗出嚟，未产生出嚟咧，你就系容易谂噶。你一产生咗出嚟再去谂嘅话咧。你就首先要修补，然后先再翻去未发生前嗰个地方，咁咪多咗一层功夫。所以经里边有叫做三机啊，三机。知己见机缘机。未发生之前啊，你要睇到个问题出现。睇到问题出现啦，那个叫做见机。收拾残局啊，点样执生呢就叫做缘机。点样叫做知机呢？一般里面就话未卜先知啊，咁啊涉及啲神奇怪诞嘅。其实唔系，其实好科学嘅。中医个把脉啊，系你未病之前啊，个把脉把得到你有咩问题啊，那个先系劲。那个师傅高唔高呢，医师犀唔犀利，唔系话个执药啊，对症下药一剂就已经系解决嗰、那个，已经系迟咗啦，已经系迟咗。最叻嘅师傅啊，系把脉喺未发生之前，话你有边度地方唔妥。我哋身体里面个五行啊嘛，我哋其实讲个五行，五行失调就会产生呢个病噶。佢咧能够透过把脉咧，知道边个金木水火土有嘢。佢能够叫你食啲咩嘅时候咧，嗱呢个叫做知己，系非常之科学噶。华南子讲啊，我以前都系啲人都讲唔到呢啲叫做知己，都系未卜先知嗰啲有啲涉及啲神怪嘅。但系中医最犀利就系把脉，发生咗又叫做见，点样执生就叫做玄机，所以能够最好咧就喺呢度发生。而家老子讲系呢个部分。